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啊，毛光照仪三昧门第四段啊，第四个小段事成分析啊。这一段前面总名啊，这是前面一首偈子，我们学习过了。我们现在从第二首啊，就是后面的六偈别显啊，它有六首偈。别显里面呢，它也分两段。第一个小段有两首偈法说，后面有四首偈呢是比喻啊，喻说。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这两首偈：往昔同修于佛业，既有爱药能随喜，见其所作亦复然。彼于此光显得见，若有自修众佛业，供养诸佛无量寿，于佛功德常愿求，是此光明所开具。这个两首偈是别显啊，前面呢，这首偈里面讲的本行所得光啊，本行是过去生中啊所修的因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它有果用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毛孔里面所放的光明，这个光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佛为教学方便起见，略举44种啊，并不是毛光只有41种，那就错了。前面说得很清楚，一毛孔放的光，无量无数啊，如恒沙了，功德了。一毛孔既然是这样的，一切毛孔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无比殊胜的庄严在哪里呢？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离开过啊。那这样殊胜庄严的氛围啊，我们一般人讲呢气氛，为什么我们现在感受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这个环境的气氛，是这样的恶劣啊？外国人叫磁场啊，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呢。话说的文明一点，是氛围啊。
下面就要给我们解释了。这六首偈里面，首先讲往昔同修于佛业，过去生中我们跟诸佛菩萨曾经同修过，这个有人会怀疑啊，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年了，对于这个道理现象呢，逐渐逐渐熟悉了，知道佛经上讲的全是事实，宇宙太大了啊，是随俗说宇宙啊，佛经里面不叫宇宙，叫法界啊，叫遍法界虚空界，真的是大而无外啊，啊没有边际啊，在时间上讲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是六道众生的境界。如果在佛与大菩萨，这个大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化身菩萨，有没有时间呢？没有啊，他们的境界里面时间空间都不可得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华严经》讲不思议境界啊！你看普贤行愿品品题啊，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都品题啊！啊，为什么不是不可思议呢？就是它没有时间跟空间，没有时间呢，注意晓得，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的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反复啊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啊。极乐世界当然就是世界啊。啊，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阿鼻地狱在哪里？也在此地啊。啊，没有距离。啊，你说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现前，不必要动一步啊，就是啊。这很难懂。啊，最不可思议！在现在这些科学技术，提供我们不少这些资料，啊，我们叫参考资料。从这些地方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啊，譬如我们现在用网络教学，啊，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同学。在我们这一个时段啊，都在收看我们的信息啊，你看你的频道按钮一按不就现前了吗？啊，我们讲堂的现场在哪里？就在你家里啊，你这一按就现前了，不要走一步啊！啊，这是科学技术的时候给我们这么好的讯息啊，而实际上呢，实际上不需要用这机器，也不需要去按钮啊！啊，这是科学还没做到啊，还得去按下钮。我相信有一天不需要按钮，意念啊，我想哪个频道，那频道就现前。肯定会到这个这一步
啊，科学会走向这种进步的状况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随你的念头啊，你一动心境界就现前。那我们现在怎么动也不能现前，我很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没看到，很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现在面前啊，这什么原因呢？语言不足啊。所以前面这一首讲得好啊啊，那这种氛围是必须是有缘你就见到，没有缘是在面前你见不到啊。经上举了个比喻，没有缘好比说蒙古长安啊，眼睛瞎了的他永远见不到 啊，耳聋的永远听不到，不是不在面前，在面前你见不到啊。所以这个别显寄诵里面第一首寄诵啊，第一句就是讲同修佛业，过去生中曾经同修啊。啊，我们现在是讲过去生中，实际上在佛菩萨面前没有过去啊，确确实实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同修佛业。怎么能那么肯定呢？因为一切诸佛如来是自信诸佛，唯心净土啊，唯心净土里头没有时空啊，啊，自信如来啊，佛是自信变的啊，我们现在身体还是自信。慧能大师讲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了啊，万法是自信。他怎么不同修佛业呢啊？那你要知道，我们跟所有一切众生，上面到诸佛如来，下面到三途众生，共修福，也一共也共造罪业啊，没有一样不共啊啊，觉了呢就修福，迷了呢就造罪造业啊，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你现在想的，我们迷得多啊，觉得少啊，你在华严经上看，迷的不多，觉的不少啊，我们只看到现前这块小块，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啊。看到外面的世界，知道像极乐世界这样佛业成就的宝土太多太多啊啊。我们在华严经前面华藏世界品里面读过，世界成就品里面读过啊，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说只说实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凡夫之境啊，佛为什么到这儿来，菩萨为什么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众生呢，转凡为圣。换一句话说，帮助他返璞归真。啊，帮助他转迷为悟，回归自性而已。
啊，所以佛教也说得很明显啊，佛教这个世界就唯一桩事情，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八个字啊，帮助众生啊，众生太苦了，苦从哪里来呢？迷，迷而不觉，苦啊！一念觉悟了，苦就没有了。苦是假的，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没有苦，自信里头没有迷，自信里头只有觉，只有乐，所以极乐世界，啊，那是真的。啊，迷是怎么发生的？啊，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念不觉。啊，什么原因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你要找原因就又迷了，那迷上再加迷了，迷哪有原因呢？啊，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世间圣人也教我们放下啊，儒家讲的格物致知，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放下烦恼，放下所知，放下烦恼是格物，放下所知是致知啊。为什么呢？所知不放下了，变成所知障啊，那佛讲的二障啊，一个烦恼障，一个所知障啊，啊，你看儒家圣人了不起啊，啊，烦恼所知障都没有了，菩提心现前了，所以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诚心，你看儒家讲的诚意，就真诚心。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真心与本性啊，是被这两种烦恼障碍住了，啊，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所知，得学，学的东西太多了，啊，学的多什么？分别执着就多了，就成障碍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现，我们明了之后啊，真感恩呐！他老人家太慈悲了，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啊，让我们很努力去求学。哎，凡夫要求学吗？要求知识吗？佛实现求学啊，求了有没有用呢？回起作用，有正面的作用，有负面的作用啊。正面作用大圣大贤，负面作用是大奸巨猾啊。而大奸巨猾都是有学问的，那都是文章做得很好的，能言善道啊，啊，祸国殃民啊。所以佛讲呢，关键不在这些啊，学跟不学没什么关系啊。那个不学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啊，懂得伦理道德，老老实实做人啊，虽然过得很清苦的生活，那一生的时候成就德行啊，他来生往上升了，那肯定的啊，学了很多，自私自利
啊，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将来都有酸土。啊，看现前啊，这个果报，再进一步看看将来的果报。啊，过几年的果报就不一样了。明眼人呢，要想到后福啊。啊，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啊，所以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心态会转变。转变跟觉悟的人相同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是迷啊，谁不为自己呢？啊，谚语所谓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是迷人说的，不是觉悟人说的啊，觉悟人不为自己啊，觉悟人起心动念为别人，常常想念到别人，这就念念只想到自己，迷惑啊，啊，迷苦多啊，这个觉就乐多，苦少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啊，自己这个念头太多啊，变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森罗万象啊，这是讲你迷的啊，在觉位呢，无量无边诸佛宝土并没有消失，存在啊，那个世界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没有失掉，要失掉了就不能叫一真了啊，设法界会失掉啊，为什么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就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就没有啊，所以佛常常把它比喻作梦境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梦中啊，醒过来之后，梦就没有了。一真法界永远存在，醒的时候存在，做梦的时候还存在。这是事实真相。那我们今天学教在经教上啊，得到这么多的讯息，这叫解悟啊，我们没有得到受用，那真实受用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们没有证得啊，现在是只是听说，哦，这事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佛对我们的要求，佛对我们的帮忙，只能做到解说啊。至于你真正契入境界，那是你自己事情了，那叫修行。所以修行呢，佛帮不上忙啊。修行要靠个人呐。修行修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放下迷惑，放下业障，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归纳起来说呢，放下
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你就是如如佛了。你本来是佛，那现在呢？现在你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陀，啊，你现在有这种障碍在，啊，这个障碍你没有放下，并不障碍你的自信，这个你要懂，不障碍，也不障碍法相。换一句话说，法相法性都不受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的障碍啊，只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啊，啊，绝对与别人不相干呐，不但与诸佛菩萨不相干，与九法界其他众生也不相干。啊，所以你要细心观察，啊，然后才懂得古大德所说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啊，这讲修行的，啊，可是修行，头一个真的是要觉悟，修行就是放下。啊，觉悟是什么？觉悟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你没有看破，不肯放下，不愿意放下。啊，你觉悟的时候不要人劝，自然放下，很欢喜的放下，没有一丝毫有疑虑的放下，然后会发现什么？越放越自在，越放越欢喜，越放啊越多啊，多了之后决定一丝毫不存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太了解了所有一切法了，相有性空，事有理无啊，理性空寂，四相不是真实的啊，四相是个幻象，梦幻泡影啊，所以这个四相不可得，你要认为四相有可得迷了，四相不可得是觉悟啊，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自己的根深，外面的境界啊，六尘境界啊，是什么东西呢？啊，是虚幻、错误、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这才是事实真相啊！真的明白了，放下了，不要再去执着，学可以，不学也可以啊，与学不学没有干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学，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不学啊，那个学跟不学，他们两个觉悟的境界完全相同，这就说明学跟无学与这个事情不相干就要懂得了六祖能大师啊，
一生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啊，他教学了30多年了。啊，不认识字，不学也能教学，也能讲得头头是道，所讲的跟大乘经教的所讲无二无别。啊，这什么原因呢？觉悟之后，就像谚语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不是大略，完全相同。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些言教身教都是自信发而流露出来的，只要你到那个境界，你也是自信发而流露，哪有不同呢？叫佛佛道同啊，佛佛心同啊，佛佛理同啊。我们在前面念过，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这前面念过。啊，十方三世佛，你要注意这个三世。啊，三世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我们全是未来佛，没有觉悟的都是未来佛，都在这一句里头啊，没有一个是例外的。甚至于还想到，这都是前面念过的。啊，如《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为什么呢？有情众生有佛性，啊，当然成佛。啊，只要有佛性的，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可是。无情的众生啊，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啊，那佛说他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法性现出来叫我们叫境界啊，有情的所现的我们叫心，心即是佛，境即是佛，心即是佛讲的多啊，境就是佛讲的不多啊，实在是境就是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心静不二啊，心静也如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所以你一个人觉悟了啊，证得法身菩萨的果位了，也就是一般讲的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你看到大地众生同成佛道啊，那好啊，这些修行正果的人多，你同成佛道，为什么我没成佛道啊？你没成佛道，是你自己迷。啊，他看到的时候，你是真的，你本来是佛。啊，这个话不好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决定不是妄语。啊，所以这个时候，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
真诚心现前了，慈悲心现前了，那什么信德啊，信德自然流露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真诚心没现前，那我们立刻就觉悟到了，我在迷，我没有觉，我对人不诚，啊，我在生活里面清净心没有现前了，我在迷，为什么呢？觉了的时候，清净心现前，啊，平等心没有现前。我对一切人事物还有高下啊，还有分别，平等心没现前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这个平等心没现前。平等心现前的时候，这个意念没有了，很容易啊，勘验出自己学习的功夫。啊，能够看出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先从说一年一年的看，今年跟去年比。去年跟前年比，那你就看出来了。啊，那功夫好的人，月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进步啊，确实是几何几速。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很慢。啊，那个进步几乎是。五年十年，哎，看有点进步了，到后来时候一年两年，再后来时候半年，再后来时候几个月，啊，能够看出是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进步啊，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无上菩提。大经上讲呢，学佛要成佛要无量劫，你把无量劫浓缩成几年了啊，所以时间不是真的，你要是懈怠懒散没有信心啊，一念呢都变成无量劫啊，真有信心，一丝毫没有疑惑，无量劫是一刹那，叫念劫圆融没有时间了啊！我们现在晓得时间跟空间，在《白法》里面，他说语不相应心法啊，24个不相应啊，里面有方分。方分是空间，十分就是时间啊，它排列在这个里头啊，啊，它不是心法，不是精神，它不是色法，它不是物质啊，是不相应心法抽象的概念啊，可是你认为有的它就真有，它就起作用啊！什么时候你认为它没有了，没有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啊，自在就现前了啊！你比如你到远方去
我们今天要到美国，这个念头一想的时候，人已经在美国了，美国已经在先前了，啊，不需要交通工具啊，真是这样的。啊，我想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啊，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在面前了。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那我们现在呢？自心凡夫，唯心娑婆，一个道理啊。啊，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讲的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个话讲的是真话，一点都不假。啊，总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分别执着放下，啊，妄想可以暂时不提，只要分别执着放下，你就了解了。啊，所以功夫是什么呢？执着天天减轻，真功夫。啊，执着减到没有了，你证阿罗汉了。还要放分别，阿罗汉还有分别。啊，分别也是纷纷放下，慢慢放下，分别通通都没有了，你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十法界里的地位最高了，佛法界。啊，分别完全没有了，分别还有一些叫菩萨法界，完全没有了，佛法界。佛法界还有妄想没放下，起心动念啊，所以这是最后的一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用心如镜啊，这个比喻好啊，这经教的比喻，我们的用心呢像镜子一样，你看照在外面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镜子没有起心动念，镜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什么都清楚。啊，到用心如镜，这化身菩萨。啊，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他能照见十法界。啊，他自己不在十法界里，他能照见。十法界众生有感，他也能有应。啊，他应化身。啊，他自己的身呢，自己身在一真法界，所以诸位，将来你要是升到华藏，升到极乐，啊，每一天，啊，去访问十方诸佛如来，啊，去供养，供养修福，去听经，听经是开智慧，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说的，升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个福报就太大了啊！每一天都能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佛是方便数。为什么呢？佛这里头有用意。佛说了，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土。说十万亿呢，就是给你一个意念。你每天都可以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看看，这是从前在这去的吗？老家吗？你还留恋吗？你天天都可以回来看看，是这么一个意思。实际上啊，是供养无量无边佛，变法界、虚空界一尊佛都不漏，这是真的。啊，哪里只十万亿？十万亿太少了。啊，现在是佛的方便说，啊，到那个地方去之后，你才晓得，啊，真实际上状况比佛讲的殊胜太多太多，啊，是。
是这么个意思。那佛在这里也讲供养无量无边，你不相信啊？哎，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啊？那就佛就少说一点啊，这种方便说啊，善巧方便嘛。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了，往昔同修于佛业，跟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同修啊，迷的时候跟迷的同修的时候造业，造轮回业，修轮回业啊，悟的时候跟一切诸佛啊曾经修过啊，所以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啊，这是有缘。前面讲的随彼溯缘同行者啊，这解释这一句话啊。清凉大师注解里头啊，也有解释，我们摆在后面看。第二句，既有爱要能随喜，这也是缘。过去生中虽然没有同同修啊，可是什么呢？你清净心的信得流露，你爱要，你能随喜。看到别人行善，你生欢喜心，这是爱要。看到别人行善呢，你能够帮助，这是随喜。啊，你能够尽心尽力的帮助，是随喜。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生欢喜心，到处给他赞叹赞扬，也是随喜。啊，随喜的功德是平等的。啊，不是说，哎呀，他有钱，他拿了很多钱就帮助他成就他这个好事。啊，我没有钱，我只是生欢喜心赞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上，果报是平等的。啊，这个理要懂。啊，要懂才知道。修福修慧不一定要有财有势，不需要啊！真的佛门里面修行确实是平等啊！只要你用清净心，真诚清净心平等去修，一文钱的功德遍法界虚空界啊，如果没有真诚啊，不是清净平等心修，他所布施再多的钱，他的功德是有限的，真的是跟他的心量啊成正比例。心量大得的福报智慧大，心量小得的福报智慧小。那与所施的这个无啊不相干啊，随心量啊。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为什么物不相干？物不是真的，心量是真的啊。能够借这些事把心量脱开了，这才叫真实功德了啊。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是量大福大啊，再跟你说福大智大啊。中国也有一句谚语说福智心灵，好像这个人笨笨的啊，没什么智慧，哎，他要一有福报的时候，哎，他心也开窍了，他忽然也聪明了，道理在此地啊。
复制行为，它统统是连带的，为什么？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根本的道理在此地那么爱要随喜，也有善恶。迷的人，他喜欢恶俗，他随喜人的恶，那么这个佛菩萨看到，这很可怜，可怜悯者。为什么呢？他还要受很多冤枉苦，就做噩梦一样。这个噩梦啊，他醒不过来。他造的因，受的果，觉悟的人都能看到啊。有他心通的人就能看到。什么人有他心通呢？小乘二果。小乘初果有天眼通、天耳通，二果有他心通、有虚命通，三果有神足通，四果叫漏尽通，这个漏尽通是就是执着，见思烦恼，这个断掉了，断掉之后。就漏尽了，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嘛，就执着断尽了，六道就没有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要非常认真努力去看。释迦牟尼佛表现的学嘛，我们学不中断。这都是个人什么呢？个人的习气无量劫来长时期的习气我们喜欢读书，我们好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是这条路子喜欢读书，好学，不要执着，这就对了。执着呢，执着变成所执障。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常常在一起辩论呢。这个道理，他说他有理，他说他有理。常常开辩论会，这所执障。如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呢，学了之后真智慧。看他们这些争论呢，你心平气和。佛门里面有个公案，从前老和尚给我们讲的我们也听了也没有去查这些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代代相传说有两个出家人大概都是老和尚的徒弟，他们学教彼此见解不相同，这个情形常有。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经典的注解不一样我过去学楞严经，楞严经的注解有一百多种著名的注解后人都是依他来学修学的长水的注解，焦光的注解，那个讲法就很不相同长水注解解释舍摩他三摩地承诺，用采取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来解释，而焦光呢完全不用
啊，他的解释方式，舍食用根，这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说得出一番道理，你听听都有理。啊，可是不是一样的解释。大概这两个徒弟，这个知见不相同，啊，互相争论不下。啊，有一个就问老和尚，啊，在老和尚面说，我怎么看法的事。老和尚听听笑笑，你对。啊，他很高兴出去了。啊，那一个他跟他辩论的时候，老和尚这么说他对，不服气，他也去见老和尚，跟老和尚说的，说完之后老和尚你也对。问题没有了，哎，旁边他的侍者站在旁边，就问老和尚：“哎，他们两个不一样啊，你怎么说都对呀、啊？”老和尚讲：“你也对，不说死都没有了吗？”啊，所以真正高明是老和尚啊！老和尚为什么？老和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啊，他们所争的还是有执着，还是有分别。啊，执着分别没放下的是世间法，这个要知道。我们现在对世间法、出世间法，总算是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不管你学世法、学佛法，只要妄想分别执着还在，没有断掉，都叫世间法。我们学《华严经》，学《无量寿经》。分别执着没放下是世间法，这个要知道啊，这个不能妄生啊。啊，如果你能够说是把分别执着统统都放下，就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法法都是佛法啊。那么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从事于世界和平的工作，所以接触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